像你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弟弟妹妹，是不是？父母呢总会考虑的多一点，这个呢我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咱们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心走，总有一天大家能接受。我说了，如果说因为这个工作的事情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我帮你们解决，让佳薇来我这里，来我这里上班。甚至我现在没有，佳薇觉得她为什么不够自信？因为她没有底气，因为她身上没有钱。其实这个社会有钱你就有底气，对不对？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我给他转钱，我给小薇转10万块钱，现在立刻我就让财务打款过去，然后佳薇你来我这里上班，是不是？你的妈妈，如果你阿姨真的，我觉得佳薇这个女孩子觉得嫌弃她的家里条件没有关系，后盾是我，你就跟阿姨讲，我的姐姐，你就做叫我就她的，我就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亲姐姐都行，因为我跟小李本来就是本家人，我也姓李，家人们，我也姓李。本家人的，小李的父母呢，之前呢就是有来过广州，他的公司之前在这边，然后呢有见过啊，所以说阿姨呢也是比较认可我说的话。那边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问题你交给我，好不好？这好，个问题你交给我，你妈妈那边你来交给我，我来跟他讲。但是今天，你看家人们都说要你表态。钱但是，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对，真的太感谢，真的，真的，嘉威，你也相信我，我真的，好不好？真的，兰姐，我让嘉威真的受委屈了，真的，我让他受委屈你了。确实这两天呢，确实让他受委屈了。但是呢，我也明白，我也能理解。毕竟呢，其实也是因为每家人们都是结过婚的。我们就不要退缩，要勇敢坚持去面对这些问题。问题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啊，这个什么，我们的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讲来着？问题永就是我们的麻烦永远干嘛呢？方法总比困难多，方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方法永远比困难多。有困难那是很正常的，那是有一句话怎么讲？你如果说一帆风顺，你这个人你往往会去不珍惜，对不对？那没有关系，钱能解决的事情在于你拦截我这里，那都不是问题。你就这样子，好吧？你这个好样的，子，如我果也阿这姨那样。边交给我来接受。好的，兰姐，这样，我当着所有。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他们也是我的父母一样，一直都是真的支持我的、鼓励我的，还有当着你的面，我给你们保证，我不会让佳薇受一点委屈。哎，你们相不相信我的直播间？问问你们相不相信我？相信小林的，你们打个相信，我看一下。还有，兰姐，你相不相信我？我以后就不会让她受委屈，也不会全力的去。好样的，小李，好样的，真姐的，为你点赞，有感我谢你在，们，人力物力看一就下，交给姐。我看一下直播间有多少家人们是真心支持佳文我们两个在一起走到最后的，支持的你们打个支持我看一下，支持的你们打个支持我看一下，支持的你们打个支持我看一下，来，兰姐，兰姐，你说，姐在，你说。你就是你这么多。因为我这些家人们，他们这么支持我，兰姐，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然后就是我自己出钱，小我李，你给听我我。讲，我真的太好了，你看全公屏都在支持，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走下去，好的，姐这永远么，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对，他们就是这么支持我，像我的父母一样。知道吗？兰姐，你这样，你现在你那边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帮我？上链接，然后不要钱的，然后我给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我自己出钱给他们发个福利，然后我这下转给你。你小李，你看家人们多好啊！我真的，我看到我都很感动。他们真的全部都在打支持，我觉得就是全部都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你也别说什么不要要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东西？你刚刚说什么？你能不能开个麦，然后我连麦，我就是你出来，我再跟你说好不好？开个麦，我已经开麦了，要开视频对对吧？对对，开视频，开视频可不可以？
哦，好，我开个视频。我刚那个，反正我刚刚也开了视频。来，家人们，晚上好，晚上好。欢你迎都我有们吃过吧，饭了没有？你欢迎。看，我真的，我特别的，小李，你听我讲，我特别的开心。你看，你们的粉丝多好啊，全全部部都在支持你，太开心了，姐也为你感到高兴。对，我这些粉丝真的，他们是很支持嘉文，我们两个一直都是真的，就像我的第二个父母一样，真的，他们就是我的真的父母一样。因为我的话就是我的爸爸是不在了嘛，我是我妈妈把我，就是现在只有妈妈了。但是现在这些家人们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的妈妈一样，一直真的支持我、鼓励我，一直教我怎么去做事。你那边能不能方便呀？浪姐。我看一下家人们，你们真心支持我的，你们重新再打一波支持，我看一下好不好？你们打了支持，娜姐，你这样，怎你么那了？边能不能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然后我就给我家人们，我线上那个转给你，线下转给你，然后你给他们发个福利好不好？因为我这边的话没有链接，我给他们不要钱的给他们。不要钱对，的我自己福出利钱，呀！你有没有什么嘛？就有没有好的品，就是那个好的那个什么样的？你就选个好的，我给他们吧。因为我你知们家就道，是做高端护肤，什么都有的嘛。我这我，你听我讲，小李，我知道你太疼你的粉丝了，东西是肯定有的，东西有很多，我看一下，来，助理，你去把我自己用的那个拿香水吧，拿我自己用的那个香水，我你不自己是，用的香水呀、啊？对我们不是出新差源发吗，了娜一姐？你款在法出国的差那个香吗？水，啊？姐，你在出差吗？你没有在家对吗？对，我在外面，我在酒店，我这样子，家人们，我真的我很开心，这么多人支持你，我也非常有感触。这个香水呢是今年我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法国调香师调的，有一句话叫闻香识女人，我希望直播间的家人们不要整天油烟味，满身这样子。我这个是我们这个多少钱呢？几百块钱呢？488对吧？488。女人呢，我就希望香香的，咱们女人都要香香的，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子。488，成本好像是多少钱呢？80多对吧？88是吧？你这样子，我88就按成本价给你们上车。小娜李，姐，不要你这样嘛，我就是线下我转给你就是你就这样嘛，就几块钱就给他们上，我自己转给你好不好？88，你就按照你的工程价格就是88，是不是？对，成本价就是88。88你看，呀，老板他的意思，他转给你，他买给他的粉丝，哇，对，他就这不么要钱的粉给他丝，们，就是能不能就是给他们上个就是1块钱的链接呀，然后快递费什么都是可我是自平己台来扣点说。得要的呀。你听我讲，小李，你可能没，不知道这个，你没做过护肤品，你不知道，因为平台我们是品牌的东西，平台是有扣点的。你今天这样子，我也知道你很疼你的粉丝，我也看出来了，我们的平老台。板，我查了一下，平台扣点8.8是可以上车的，就是产品不要钱。8.8是吧？是。那你就这样子，8.8，小李，好吧，直接8.8。这个呢，我们的成本是八，相当我把这个邮费都不够，邮费你这样子我来出，也不要你出了，我来出。来，今天这样子，家人们，8.8香水，今天打了支持的人，我全部包邮。包邮给你到家，老来。板，家人们，你们抢到了没有呀？抢到了没有？我让，对，他走了，就是娜姐走了，你们自己去抢啊！但是你们就是，不要多拍，你们就两单的去拍就行了，不要多拍，好不好？这也是小林的一点心意啊，哥、姐、叔叔、阿姨们，好不好？对，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需要的自己去拍嘛，需要的自己去拍，因为这个这个平时他们是卖的是哥姐、叔叔、阿姨是三百八，然后他是说是批发价格给的我们，你们抢到了吗，家人们？对，兰姐他们是做高端护肤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是做高端护肤的，可以收到哈，可以收到，家人们。谢谢，也谢谢一下也谢谢一下兰姐，抢不到了是吗？抢不到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哥哥姐叔蓝叔阿总，姨们。大气，把大气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哥姐，兰姐，大气，好不好？
对，可以了，兰姐，可以了，你可以把链接下掉了，好不好？对，家人们，我们就好哇，这么多单了，好了，不能再剩了，好不好？对，兰姐，你快把那个链接下掉。是的，因为家人们这样，哥姐、叔叔、阿姨们，这样啊，等一下，佳薇，怎么啦？你等一下，我给家人们，你们等一下啊，家人们，你们抢到了好不好？抢到了，你们就感谢兰姐，好不好？哎，看一下，今天是29号，是不是？对。啊。对。今天是多少号？29号。29号是，我看一下，8:13。嗯。8:13，我看一下啊，哎，这个吗？是不是？对，现在是8点。家人们，你们抢到了吗？抢到了，你们就扣一，好不好？没有抢到就没有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好不好？你拍不到就没有了。等一下。家人等一下啊，家人们，我们要不，来，家人们，等一下啊，我重新开直播，家人们，好不好？你们这里没有预约的，你们这里点个预约，好不好？因为我这里你们没有预约的，你们等一下就进来不聊了，你们这里预约一下好不好？嗯，好不好？重新开播是吧？好，你们预约一下，哥姐姐叔叔阿姨预约了吗？对。预约了吗，家人们？还没预约的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点进去预约一下，我们重新给你们开播一次，好不好？下方这个白色的这个链接，你们点进去就可以了。谢谢，一拍蓝总大气。是的，蓝姐真的太大气了，真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预约了吗？你们预约了就给我们回馈一下，哥哥姐叔叔阿姨，预约了给我们发个已预约好不好？下方这个白色的这个链接，你们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哈。对，就是这里。谢谢。对，刚刚所有抢到了就是香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同时也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感谢一下兰姐嘛，感谢一下兰姐，对不对？咱们把这份感谢送给兰姐，很感谢兰姐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份福利。预约了是不是？对，真的谢谢兰姐，真的。嗯。谢谢兰姐啊。已预约了吗？我看一下有多少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是已预约了的。我看一下啊。来，要不就不预约吧，哥姐叔叔阿姨，好不好？嗯，那行。来，家人们，咱们把感谢兰姐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兰姐。来，看一下。我刚刚在。卡了。我刚刚在下面。我的手机突然没有电，就是那个充电器掉了，然后那有人打电话来了。抢到了吗，家人们？抢到了没有？抢到了给我打个抢到，好不好？抢到了给我打个一抢到，你挂个车啊。他们都在说感谢兰姐，感谢兰姐。有一个粉丝发信息来说是小李粉丝，他说想要我们家的那个香港的洗发水，专柜卖300多那个。发信息来了是吧？嗯。他说是他们的粉丝，他以为你走了。粉丝
小李的粉丝跟佳薇的粉丝，对吧？嗯，那你这样子没关系，家人们有很多家人们，我估计有看到过，去到品牌的那个专柜有看到我们的洗发水好用，你这样子没关系，我不是有出差，我有带吗？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掉头发的？掉头发的，咱们就是家里老公20多岁的，30岁，像40多岁人，地中海的，甚至我们自己在怀孕的时候，哺乳期掉那个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的，有没有？有的家人们给我打个有字，好不好？掉头发的，甚至有的人长头皮屑的，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就是你下到了冬天不敢穿黑色的衣服，一穿黑色的衣服，哇，像下雪一样。还有的人一天不洗头就油的不行。来，你去把我自己用的那个香港沙龙定制的那款鱼子酱的洗发水拿过来。好的，家人们，我给你看。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就是我自己在用的。我做护肤品的，为什么说研发洗发水？因为我自己哺乳期那会儿呢，洗发水就是头发掉的特别特别厉害。兰姐，这个的话，我们家人们太需要了，知道吧？而且你知道，我也这个是很好用的，我也自己在用的。因为你家的那个洗发水真的太好了，你确定要给我家人们吗？没有关系，家人们，我就希望这个世界上呢，反正有问题我能去给你解决的，那我咱们就去给你解决掉，好不好？鱼子酱洗发水，73厅去一克，700多块钱一克的鱼子酱，这个呢我是直接放在洗发水里面的，而且我们去买个黄金都要600多，对不对？像比黄金相当于软黄金，因为我家里洗发水肯定不缺，像什么呢？海飞丝啊、飘柔啊、沙宣这些都有，但是这种只能干嘛呢？给你起到清洁，清洁的没有用，一定要去干嘛呢？给你滋养头皮的。人脸上的皮跟这个头发上的皮是同一张皮，对不对？头发这里为什么掉头发？为什么长头皮屑？为什么头发油？是因为我们头皮出现了问题。今天这样子，咱话不多说，家人们，这个呢洗发水，因为我这边我还有点事，我要去忙。洗发水，我看很多家人们有很多人给我发了私信说想要洗发水，想要洗发水，没关系，我今天好不容易来一趟。鱼子酱的每一瓶都是大容量，520毫升的，咱全球购的价格是398一瓶，对吧？对。你这样子，你给我拿两瓶，成本是199一瓶，对吧？你给我拿两瓶过来，怎样？老板，你这个也得悠着点呢，我们有控价的。我知道有控价，没关系。520毫升大容量的，不是小的。今天199，给两瓶，算了。家人们，你这样子，你们把长长久久打在公屏上，好不好？家人们，谢谢兰姐，谢谢兰姐，真的。长长久久的，想要的家人们给我打个长长久久，今天。来，你掉头发的，你但凡你掉头发的，长头皮屑的，然后呢，有的人就头发特别油的，来份祝福，家人们，把祝福打在公屏上。今天这样子，谢谢长长久久打出来的，打的长长久久的怎么了，老板？全部给我90，不行啊，99太低了。没关系，99给我3瓶一年的量，来3-2-1给我上100份，上车。三瓶呀，兰姐。不感谢了。对，给3瓶，家人们。99三瓶啊！99，我给3瓶。鱼子酱的洗发水，你掉头发厉害的，你长头皮屑厉害的，你的头发油的不行的，你就去用它。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去用，因为我们头发嘛，你为什么掉头发？是因为你的毛囊出现了问题。已经上车了，家人们，不是兰姐，真的是99吗？是的，真的99，我们老板真的是太性情了，就希望你俩好，长长久久。真的，谢谢兰姐，真的。哥姐是双眼妹，他们这种一品都是，如果说那个在专柜里面卖的话，都是100多呢。今天是3瓶呀，谢谢兰姐，真的谢谢。只有6单了。咱们一起感谢兰姐，好不好？只有100。最后6单了，家人们。只有100单是吧？对，就只有100单，还有最后6单，家人们手速太快了，因为鱼子洗发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都要去用洗发水，而且这个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都可以去用的，家人们。鱼子酱，你掉头发，你头皮屑多的，你头发油的，然后你头发特别干燥的，你去用起来，而且这个是什么？洗护二合一，你用这个不需要用护发素，已经上车了，家人们，还有最后的3单，99，全部都是99。哇，谢谢兰姐，真的谢谢兰姐，真的感谢你，真的哥姐叔叔阿姨们，真的刚刚那个。